好啦，各位好，而家咧就系我开始咧就讲第三部分咧，就系嗰个机械臂同埋伸缩架同埋嗰个机械爪喺嗰个成个整个个结构嘅。咁咧就呢个结构咧就系包括咧就系有你睇到咧就系有两个拔出嚟之后咧就有两个动力组嘅摩打噶。咁咧除咗呢个咧就仲有咧就一个 PS2， 即系我哋嘅遥控器爱嚟做嗰个控制嗰个组件嘅。咁咧就系而家啦，开始搭片嗰阵时咧，你咧就会去打开咧就系第217页。咁咧就系睇到咧就系至到咧就系325页。咁咧其中咧就系咧有第325页，就系搭完之后咧，你咧我哋咧就有几个部分咧就教你点接驳嘅电线嘅嗰个。咁其中咧就係第328页咧，就係呢度咧就係教你點樣先接嗰個延長線到嗰個主控器嗰度噶。咁另外咧就跟住咧就會教你咧就嗰個主控器咧嗰啲接線咧嘅圖咧就會喺曬依個位置嗰度咧，就教你咧就係你睇翻嗰個咧330页嗰度咧就好清楚講俾你聽咧，總共有 A、B、C 三個主控器噶嚟連接噶。咁咧就跟住咧331页咧就係講俾你聽咧，就係依個咧就係有其中咧就係有嗰個控制嗰個咧就係power 同埋即係嗰個電源有兩個，就一個咧就係喺左邊，同埋一個喺右邊咧，同埋嗰個 USB 嗰個組件噶。咁依兩個組件咧都會喺331页同埋332页咧。就是介紹你怎樣連接個主控器的。最拉尾呢你呢就會去到第334页呢，就是這個和這個呢就是那個 PS2 的主控器，還有呢就是怎樣連接了之後呢就用埋個 PS2 一起的。那呢就這個第三部分呢就是這樣做法。